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一人一狗挑战内蒙古根河，零下58度。我现在在我建造的户外庇护所里面露营，今天外面已经达到了零下38度。我现在室内的温度是零上11度，特别的暖和。这个是户外的温度表，现在已经37.6度了。咱们开一下门，看一下外面是什么样的。来，我去！全都冒烟了，咱们洞有名了，叫文宅多福，福气多多的意思。上面这个雪砖咱们一开始垒了2层了，接下来呢咱们户外庇护所要建造2楼了，2楼上面是一个雪屋。看一下咱们这个小烟囱，屋内已经达到了零上10几度，我外面的温度是零下38度，特别的冷。这个就是我准备的一个柴火垛，这个冬天咱们就在这户外庇护所度过。